嗨，大家好，我是大明，我是费，欢迎收看《翻越山海旅行杂志》。好，我们今天来到新竹的励志文旅，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对，但是我们，你不要再 NG 了。嗨，大家好，我是大明，我是费，欢迎收看《翻越山海旅行杂志》。嗨，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新竹的励志文旅，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个办理订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知说，哦，今天的那个星空酒吧是不开放，所以也没有办法带各位看这样子。那在楼层的部分有一层楼，它有那个三温暖以及那个男女裸汤，但是是分开的裸汤的设施，然后还有健身房。是的。那晚一点就为各位来做一个微开箱喽。好喽，那就先这样喽。看一下那个，我们现在是在饭店的门口，那先这样喽。拜。这个是接待柜台，然后如果你要办理 check in 的话，就是往里面走。依照惯例，我们今天还是做个微开箱。那我们今天住的是新竹励志的行政套房，那行政套房的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客厅。那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边是有还不错的一个风景。那打开你可以看到，右手边是我们的那个国道一号。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房间。浴缸，那在你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边泡澡边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好，那我们今天的微开箱就到这边喽。那现在我们到二楼的那个凡尔赛餐厅，那这边不管是早餐还是午餐、晚餐，都是在这间餐厅吃。介绍就到这边了。
雅，那我们现在要去看鸵鸟。他忘了跟各位介绍，我们现在是来到那个新竹的市立动物园。那来这边的话，它平面的话也有一些路边停车的车位，那 大部分的车位是在地下停车场。那地下停车场走了这边大概还需要200公尺。那如果你从那个停车场出来的话，旁边也有一个市集可以逛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正值中，所以我们打算呢先来动物园走完之后再去市集去逛逛这样子。在卖一些其他东西的一个市集。OK， 那我们今天来到那个新竹的那个城隍庙，来新竹，这个是算必来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也因为就是要帮，刚好就是家人想要吃一个传统的一个糕饼，所以我们来到了后方的就是那个新竹镇的那个糕饼店，我们待会也会去那边逛逛走走。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新富生的那个糕饼店，那今天刚好遇到万圣节，所以可以看到说柜台这边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正在排队跟柜台说不给他又捣蛋。那其实这个新富生里面真的是各式各样的那个糕饼都有在贩售，所以来新竹一定要来这边逛逛，而且东西也不贵。这边刚好遇到是万圣节的活动，那平常新竹城隍庙这边有没有这么多人？我也不太清楚。如果知道的，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讲今天的一个人潮的状况。
再到那个新竹城隍庙里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再点一下吃的东西这样子，特别是这边的一个肉圆跟贡丸。对，那其实今天说起来运气也算好啊，又遇到那个万圣节的活动，那也有遇到那个原百的一个周年庆，所以两边我们都有去逛了一下。对，然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城隍庙这个部分，我们选了一间是有冷气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算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有冷气的店家哦，真的是天堂。对，然后人挤人的，所以很幸运，刚好就还有位置。那就我们就是在城隍庙这边作为我们就是所有的旅程的一个终点哦。好，谢谢，拜。